Hello，大家好。我们所看见的，这是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的板子，在电源的输入端有四个二极管，这四个二极管它充当着整流转换的作用。确切的说，它就是把220伏的电压整流转换成直流脉动电压。那么这样的二极管，能不能再路测试它的好坏？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。我们用万能表的二极管胆就可以测试它的好坏。好，下面我们来教大家怎么样测试，再路测试它的好坏。首先，我们把数字万能表的功能档位拨到二极管胆，也就是这个分明档位，然后红黑表鼻并联在这个二极管两个角上面。我们来看，它的阻值，两个表皮直接并联在二极管的两个引脚上面。此时有一个数字出来，这个数字实际上就是这个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值，也就是单向导电的特性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极管的单向导电特性。我们这个时候测试的这个黑表皮搭的是正极位置。此时我们把两个表皮进行对调，红黑表皮对调，红表皮接正极。我们再来看万能表的表头上面显示数字是无穷大，这个就是二极管的反向光段截止的状态。通过这一正一反的测试，我们就可以判断这颗待测的二极管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这个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